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车。哇，今天又出来赶海了，然后刚刚吃完午饭，哇，太阳火辣辣的，太毒了，晒得不行。好，我们下去逛一逛。哇，这个船，现在的渔民真舒服啊。这个要起来的话，这个船都是用这个轮子给它拉起来，这个轮子很轻啊。好了，走了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哇，大家看一下，今天没什么风。风平浪静的，浪好脚。然后赶海最怕的就是，冬天太冷了。然后夏天，就像现在热的天气，最怕的就是这中午大中午的，哇，太阳太毒了。哇，这边，哦，这个贝壳可以呀、啊。现在开始有贝壳了，这个漂亮吧，给它带走。这个是壳，哇，应该发财了，我还又是壳呢，走过去都忘记了，哇，花盖蟹，不错不错，这个个头可以，哇，够会的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过来，哇，这种花盖蟹，来，快点握扎，握扎给大家看一下，握扎，哎，我数一二三，你马上给我握扎下去，哇。看他握扎厉害不？哇，看，又下去了。哇，你看两只脚那边挖土，这边挖下去。哇，速度好快！不跟他玩了，赶紧给他捉起来。哇，太热了。哇，哦，我怎么铅笔线今天都忘记带了？就带了连圈过来，完蛋！哎呀，赶紧给他绑起来。这个家老不开玩笑。来了。来，今天第一个收获，不错，收了他。给他断点嘴。看来今天出来湿的，被晒了也没事。哇，这边终于看到可以盘的石头了，到海边就要盘石头才过瘾。哎，没火吗？哇，这边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梭子蟹吗？啊，哇，石头蟹还可以握扎吗？哦，石头蟹握扎厉害不？给它揍了，这个很快的。哦，哇，这边脚都掉了，还是一只岩果呢。那我改天，我拿回去帮他去找姑姑算了。哦，来，先放起来。哎呀，哇，脚螃蟹好多啊，这边，看。一家张口吧，哦，这只九盘姐还握扎，那就不看你了，换点，不打扰你的，太小了。哇，辣螺这么多，捡了。好了，哇，这边，看，哦，还跑，哇，有没有看到？按住了，它跑不了了。哇，是花盖蟹，这可以，我被我按住了，看它往哪里跑，走到，哇，这个可以呀、啊。在这边都可以捡到，那估计这边海货挺多的，赶紧认真找一下。第三个收获了，不错。我找一下，看有没有线笔车。哇，这个衣服我拿去洗了，还有这么多线笔线忘记拿出来了，赶紧给它绑一下。哇，不然等下，来，你不要变坏，你嘴巴沾铅屎不要脏哦，好不好？来，赶紧继续找，这个石头给它盘了算了。这边是不是？哦，哇，吓我一跳！石头蟹，哇，这种的石头蟹很肥呀、啊，一只脚大，一只脚小，给它揍了，给它盘起来，哇！海猪已经长进来了，看这边，我们就往这边去找一下吧，看有没有货。走了。哎呀，看看石头蟹啊！哇，辣螺可以，收了。
哇，涨潮了！哎，有货吗？旁边哦，这边哇、哦，你挺会躲的，是不是躲在这边比较凉快？来，出来，出来，你跑不了了，你跑，我叫你跑。你的钳子跟我钳子没得比呀、啊！来来，张开张开，放！嚯，这次可以呀、啊！走了走了，绑架！来，这次我已经做了记号了，我给他绑三个线皮圈。晚上等一下回去的话，第一个把这个给他撕掉。哇、哦，这么坏，还加我，幸好是加到一点皮。赶紧再找货，海主都远近来了。哇，这样就可以看到，那我都不用盘石头了。哇，这夏天就是转了，抓石头蟹都不用盘石头了吗？哎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兄弟，出来出来，别，没事没事，跟我回去就一下子了就没了，不然这样子你也辛苦。哇，还白白嫩嫩，哦，哇，这个是白白嫩嫩的，漂亮不？给它绑了绑了。啊，终于看到一块鲜艳的石头了，要不要给它盘呢？盘了盘了盘了，它再做。今天反正都没什么收获，看有没有什么大货搞一点。来吧，哇，这个柱，哇，这个蜡螺可以啊。哇，看来我等一下，我底下先找一下，看有没有石头屑之类的。好像没有，没有就把这个蜡螺做了。哇，这种蜡螺吃起来特爽。做了做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感觉哇，太阳太大了，那就不找了，赶紧回去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收获。走了走走，哇，这边放鱼玩的很多，放在这边一般都有那个鲫鱼、海鲫鱼，然后跟乌头。来，朋友们，我带你们看一下一家子是什么挤在一个角角的地方的。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一家子几口啊，看这个海龟，看，哇，我煮都煮不过来，这个一家应该有十几口吧，然后挤在那么角的一个地方，哇、哦，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哇，今天就抓了两只花盖蟹，然后几只石头蟹吧。啊，因为太阳太大了，就赶紧回去，忘记带开嘴了。哦，收获总体不错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。然后，喜欢大全的朋友帮忙多关注点赞，谢谢，拜拜。走了，回家。